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。秀姑娘，今日想听什么？什么都行。从前有个老和尚，总是被贼光顾，他终于忍了。有一天贼又来了，他就对贼说，请你把手从门缝里伸进来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 么。那贼听了高兴极了，就把手从门缝里伸了进去，谁知老和尚一把揪住他的手，捆在柱子上，然后用棍子痛打他，一边打他一边喊：“皈依佛，皈依僧。”那贼痛极了，无奈地跟着喊：“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”这个便是佛经里著名的三皈依的故事。你那是三皈依，我这却有四皈依，要不要听啊？何谓四皈依？手伸过来。风落叶清凉，树下轻叩着两三声，木鱼听得又再次叫声，和着大桥人可值得起，唱本若情云如佛，树下他将佛界一声声，山月无迷幻有世间情，他愿为伴他身旁，佛说无云与他说了佛理，他便回去了。哎，去诵经吧。是。南无阿弥陀佛。皈依佛。皈依佛。皈依法。皈依法。皈依僧。皈依僧。皈依。秀姑娘。皈依。将因果当面作业
树下的他进行着绝望，只愿空寂孤本抚琴的